岩山先生的花鸟画数量远比他的山水画少，当中多为写意，像这幅萱草就是一幅很有特色的水墨花卉。此画作于檀皮宣纸上，跟画家这里采取了随意的潇洒的笔墨风格可谓高度匹配。画中虽然只画了一株萱草，但檀皮宣上的纤维巧妙地融入了笔意当中，更给留白的背景增添了一份热闹的感觉。浓淡墨色的平衡和过渡的处理尤为精彩。岩山先生把现实世界中颜色鲜明茂密花环的萱草升华到单色的水墨世界中，以粗犷的大叶衬托出这株萱草的一枝独秀，